大家好，在上一集我们介绍了 VR 三六零的使用方法，这集将更进一步制作空间体验 VR 档案，透过 Inscape 内建的功能制作网页或执行档，让没有软体的使用者也能轻松体验空间。除了可以像一般玩游戏一样移动外，也能搭配虚拟实境眼镜或更进阶的虚拟实境设备进行展示，轻松体验你的设计作品。画完场景后，展示时如果需要使用 Inscape。 就需要对方的电脑也有软体，否则就只能用影像分享给对方。但有些业主或许希望能亲身体验空间，这时就能用这集影片的内容来制作出不需要对方有软体也能体验的执行档。到 Lenscape 视窗上方，找到 EXE 按钮旁的小箭头，点下去会有网页展示及执行档两种方式。我们点选 EXE 执行档，跳出视窗后输入档名，档名只能是 EXE 档案。 所以不需调整，接着按下存档，就会开始执行转出流程。完成后就会获得一个执行档，这个档案就可以直接分享。只要是 Windows 作业系统的电脑都可以开启，不必再另外购买与安装 SketchUp 或 Inscape 软体。接着我们来试试网页展示，点下去后不需选择位置，就会开始转出流程。这时视窗会写着 Uploading Web Standalone。 也就是正在上传网页独立执行档，也就是说，相较于 EXE 档案，网页是会直接透过网址分享，而 EXE 档案则是可以透过网络传输或随身碟分享给其他人。但这边要注意，如果用 Line 这类的通讯软体，EXE 档必须压缩成 RAR 或 ZIP 等档案才能传输。EXE 负档名是限制传输的格式。完成后，回到 SketchUp 视窗，找到 Upload Management。 点下去后，就会看到我们上一集做的 VR 三六零全景照片。在上方找到 Web Standalone 标签，进入后有可能会发生这状况，一片空白。这是因为我们的档案还没被处理完成，就算切换几次依然没有出来。这时需要稍等几分钟，再重新开。就这样过了几分钟，重新开进入后，选到对应的专案。 切换到 Web Standalone 标签，就会看到连接，点下去跳出网页浏览器，就会自动读取。这边的开启效率会受到网络速度及电脑配备影响，需要一点时间。完成后就能像我们在平常操作 i n s c a p e 一样浏览空间。3D 场景会占满整个浏览器画面，设定与所有说明都在画面中呈现，移动与操作的方法都写在下方说明卡上。 但仅止于操纵画面，没办法像正式的 Inscape 软体中能更改摆放家具或移动位置操作的界面中，左侧是设定，可以调整样式、亮度、视野调整及边线调整等功能。另外也包含像是滑鼠操控的速度、平滑度、移动速度、人眼高度等，都可以在此调整。右上角的两个按钮，左边按钮可以调整透视效果，可以切换成透视图。 两点透视或是平行投影，两点透视在室内空间可以避免视觉倾斜的问题，而平行投影可以把观看角度调整到跟建筑物平行的状态，可以快速了解建筑立面或剖面状态的建筑样貌。用这种表现法来说明建筑与隔壁邻房周围植栽或立面材质都有不错的效果。唯一缺点是前方或远景的画面容易影响，可能遮挡住画面或建筑物。 绘制场景时要多考虑。右边按钮是调整飞行模式或行走模式。如果在室外，会以坐标平面为地面，所以可能产生掉落到地底的情形。如果在室内空间，则可以模拟行走在室内的感觉。建筑物内的物体也会产生碰撞，可以更真实了解在空间行走的感受。因此，空间与家具尺寸就非常重要。绘图时要注意可行走的宽度与距离。 才不会因为碰撞而卡住。而进入室内后，门窗虽然有开口，但可能因为材质或尺寸造成阻碍。因此，在室内空间中，如果有门，就会产生遮挡，让使用者无法进出空间。在左侧的视觉设定中，还有几种显示模式，可以将场景改成全白状态，观看未加上材质前的场景。这种模式对于了解室内光影与物件放置位置有不错的效果。 可以避免材质的明暗或凹凸效果影响对于空间的认知，也能知道建模过程到底哪些是模型，哪些是靠材质来点缀。下方也可以依照需求调整成手动曝光，更改场景明暗度。当然，一般使用比较建议使用自动曝光，让软体自动侦测调整成合适的明暗度。如果需要调整时间，一样是按住 Shift 键加上滑鼠右键，其他则内容相同。 还增加了 M 键，可以叫出小地图，在空间中不容易迷失方向。地图会自动以平行投影的方式显示平面图，也贴心的加上方向箭头，让方位更容易辨识。再来，我们改开启 EXE 执行档，在之前绘出时储存的地方，找到副档名为 EXE 的应用程式，直接点两下开启，就像开一般软体或档案一样。相对于网页版。 执行档的画质与光源模拟更为接近 i n s c a p e 软体中的感觉，而且依照系统的设定，也直接呈现中文版本。操作键中也恢复了使用 W S A D 这种大家比较熟悉的移动操纵，其他操纵方式就没有差异，按照在 i n s c a p e 中的习惯即可。我们把执行档与 i n s c a p e 画面摆在一起比较，目前左侧是执行档，右侧是 i n s c a p e 两者在效能、光影。 材质、立体表现、光线细节、模型等呈现效果几乎相同。在档案提供给其他使用者时，相对于网页版本，能有更接近软体中的呈现效果，对于展示应该更加分。相对于网页版，在执行档中左侧的设定项目多了一些选项，例如在视觉设定上，针对渲染样式增加了光照视图的效果，可以快速了解光源位置。 其他的模式就跟网页版本相同，其他的小功能也可以试试轮廓线，这能直接在形体上勾勒出边界，让视觉上更容易辨识物件或形体。但如果要使用，建议也不要把数值调太高，免得线条太粗让视觉感受扣分。再来是网页版也介绍过的曝光度，由于光源的运算较拟真。 所以这边关掉自动曝光会感觉明亮感差异不大，但走出户外后，因为室外阳光量较充足，如果时间设定在阳光较强的时段，就会让视觉上感觉过度曝光，而没有自动曝光功能的协助，就会让画面过亮。而下方的拉杆可以拖动，用手动方式增减亮度，这尤其适合在屏幕亮度较暗的设备上。在下方是视野。 这是可以调整镜头广角或望远程度的功能。室内建议将视野拉到偏右侧的数值，让空间感觉较大。最后是下方的渲染质量，这是在网页版本中没有的设定，可以依照电脑设备品质调整，避免部分老旧设备因效能较低而严重卡顿。这边建议至少设定在中等以上，才不会有严重的色偏现象。再来是小地图功能。 按下 M 键就能出现，与网页版相同，但网页版的视窗缩放较容易没反应，执行档的就比较好调整大小。只要到地图右下角按住拖放就能修改显示大小，这对空间展示上非常方便。如要取消地图，只要再按一下 M 键就能关掉。在输入设定中的滑鼠设定与移动设定都相同，其中在视角高度与宽度的数值中。 拖动并不会有明显变化，因为需要在行走模式下才会有反应。高度也就是人眼高度，可以依照使用者来假定高度进行模拟。只要切换成行走模式，就能感受到高度上的变化。要记得在行走模式下会有碰撞侦测，所以有些太高的物件也有可能会影响行走动线。高度预设数值是在一点六公尺，太高会感觉有点浮空，感觉飘在上方，往下看。 太低又像趴着往上看，降低真实度。在执行档的版本中，位于设置中还有另外的设备选项与性能选项。设备选项中有更多功能，主要就是多了支援三 D 影幕、虚拟实境装置的功能，也能简单调整软体效能。所以，如果你希望观看的人能够搭配 VR 眼镜或三 D 影幕观看，那就必须提供给他 EXE 档。使用网页版本就没有这功能了。 当然，如果你是让对方使用 VR 眼镜直接看画面也是可以的，但没有 3D 功能会让立体感下降，可能体验上会没有那么丰富。但当然，以方便度而言，网页版本因为直接是传到 InScape 的伺服器中，所以不需要另外再传送档案给其他人，且展示档案相对于上级的 VR 三六零大上许多。 传输效率也会比较差，所以展示上依照不同需求自行斟酌要用静态图片、动画、VR 三六零网页展示或执行档的方式，让自己的设计有更多机会被看到。最后是性能选项，我们可以关闭草地与地毯渲染功能，让你的显示卡不要太吃力，对于画面卡顿能稍有改善。接着我们同厂加印。 当你的场景作品要传给业主或其他人观赏时，又怕别人把你的作品当做他自己的发送出去，或是想小小置入一下自己的品牌，都可以在设定上做点手脚，让你的成品获得更大的广告效益。先开启 Inscape 视窗中的设定，视窗中会跳出目前的画面预览，可以修改图示，让标题上方增加自己公司的 logo。点下 icon 后方的小资料夹，就能新增图示。 只要选取自己准备的 ICO 档就能加入。想加入视窗列的标题内容，只要在 Window Title 前方打勾就能开始输入文字。不前实测中文与英文都可以正常显示。预设的执行档开启画面是蓝色的 Inkscape 画面，但我们当然要把握机会广告自己的品牌。点下 Loading Screen 后方的资料夹图示，就可以新增开场图片。 这边用 P N G 或 J P G 档都可以。最后是浮水印，可以在画面中心增小图案，只要使用 P N G 档就能保留透明图层。浮水印可以放在画面中的九个点位，除了广告，也顺便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盗用。使用 P N G 档即可，但记得图片尺寸在这里是无法缩放的，所以需要在外面先调整成合适的尺寸。 预设画面是一九二零乘一零八零解析度，所以按照这个方式，可以用 Photoshop 或类似软体将浮水印图片的解析度降低成希望呈现的尺寸，再放进来就不会盖满整个画面。都完成后，到右上角打叉关闭即可，然后就可以重新再输出一次执行档，一样到 l n s c a p e 视窗上方找到 EXE 按钮，重复一次之前的绘出流程。 完成后，找到绘出的执行档，就会看到我们的图示已经取代掉原本 i n s c a p e 预设的橘色图示，感觉就像是完全自己生产的城市一样。点开画面，就会看到我们置入的开场图已经取代掉原本的蓝色背景图片，上方的图示与标题也已经更换成我们加入的内容。场景出现后，浮水印也能正常显现。相信这些对于设计师、广告、自己品牌有很大帮助。 不用撰写程式或调整一堆参数，就能快速取得具有虚拟实境功能的执行档。快打开来试试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及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